这么一天赚500万的网红，我求求你不要再骗我妈的救命钱了。我妈去年查出了肺癌，一年的时间我负债了20万才凑出了我妈的手术费。她把我这样省下来的买药钱拿去你们这里买护肤品。上百万的骚乱的背后，不知道是几百万个可怜的家庭。不到这个字，两个点，一个广，三个口，一个大山的山。酒精，这里面有没有胶原？用它能验出来。我能把鱼胶让你们看到，你相信吗？一个人不善良，恶人自有天收。那种善良心的钱，天理难容。危险上的，这样东西每个人亏300到500块钱。我在普度众生，我在传递正能量。人要懂得感恩。我有工作收入的，所以我并不需要任何的馈赠，我一定能带着我们全家翻身的。说出那些话，只是希望能有更多人知道这样的谎言。他直播间里还有那么多的老人，他们并不是街头里冰冷的数字，他们都有儿子和女儿，都是活生生的人。